我要在这边跟我最爱最爱最爱的妈妈讲，你是客家第一大美女。秀华，我得去爸爸呐。哇哈哈 ，lucky， 你看二哥呢，二哥得奖了呢。哦，这囡仔哦，平常时啊都爱咧瞎当瞎塞，没想到让他写出名单了。妈，这个怎么缝啊？这不是女生的衣服吗？你朋友的，是上次打电话给你那个？不是啦，这是社团队员的衣服。还不是女朋友就帮人家缝扣子，人这么好，来，帮哥去缝一下这扣子。不要欺负弟弟啦，妈帮你缝。阿瑟，甜甜圈长得这么漂亮又可爱，你不追紧一点，很快就被人家追走了。妈，甜甜圈他没有我，他就活不了了。妈，我来住啦。我想要住啦，妈你别多抵抗嘞。我会给你加孙子，加胖。好啦，我知。阿秀啊，啊，面容这样大嘞，一点面拢无啊嘞，阿春要回去打。阿秀，我拿给你，比较快的。OK 啦。不要骗我啦！妈，你怎么了？妈，发生什么事？啊，老灰啊，别慌。哎呦，小伤而已嘛。那可是这次一点小伤，哎，为什么就血流不止？你这次抽血的报告血小板的数目很低，只有65000，有可能跟这一次血流不止的状况有关。我建议你到大医院去做进一步的检查跟治疗。去吃饭。哎呀！喂。3个月后啦，妈得了血癌，不是感冒哎，3个月之后妈要挂了。你爸，所以你要想办法啊！你不是电台主持人，你可以问那些药商或技师，谁认识张毅的刘医师嘛？好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老师，我空中都有主持人，郭金川啦、啊，你去年有来上过的节目，你不知道记不？是这样啊，我想你跟一些大医院。刘医师，刘医师，我拜托你，我拜托你，你救我太太好不好？你救救我太太，我拜托你救我太太啦！刘医师，我妈白血球过高，所有急性白血症，她有可能有生命危险。不知道刘医师你有没有方法可以先帮我妈看看她是不是真的那么严重，好不好？开刀。这个急射性白血病，以目前的医疗水准，就70%可以缓解。那缓解以后啊，再继续做化疗，里面的30%就可以痊愈的，都不会再复发、哦。啊，其中的那个70%那个。我想要住院了、啊、晚一点那个护士会给他打一个镇定剂，还有一个止晕的，然后就弄个机器就可以从那边打24小时的化疗。喂，田心蕾，你知道现在什么情况吗？阿胜，现在癌症医院，你知道我妈发生什么事吗？她得了癌症，有可能随时都会死。你不关心我，你还跟我讲分手。像你这样的女朋友，我不要也罢。现在不是你跟我分手，是我跟你分手。拜拜。为什么我们会变成现在这样子？我非常非常爱你，比你爱你更爱你自己。对不起，是我对不起啊，辛苦你了。下辈子，害你要很努力跟我在一起，是你欠我的。
下辈子你要什么东西我都给你好不好？可是这辈子你会先陪我看电影啊。好。还有我写的每一本书你都要参与，因为我怕你会变笨。好。如果你生小孩上面有长金毛的话，可以把它改名叫 Lucky 吗？好。把家里钥匙给我，你会常常不见钥匙。还有有谁欺负你，你跟我讲，我一定帮你扁他。身体痛的时候记得要自己抽肚子，因为我现在不能再帮你抽肚子了。记得要吃饭，因为你会胃痛了。我最爱的就是你。没有比这样更幸福的分手了。我要追回我的前女友。阿善，你要照顾柯吗？你四不要放在我这。你干嘛？帮你遮太阳，遮大晒太阳啊！快点，快点！民间故事，中国人也拍过，西方人也拍过，全世界人都拍过。东方不败啦。我妈是帮助我最多，也是影响我最多的。她是个传统的家庭主妇，跟所有中南部的妈妈都一样，吃苦耐劳，谦虚，协和。可是她生病了，所以我决定，从现在开始，我要用最不谦虚的方法帮我妈过生日。Thank you.